那接下来以禅波罗蜜遍入诸禅及解脱禅，不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终不舍禅波罗蜜。这个地方的禅波罗蜜不是在讲我们坐禅的禅，而是在讲定，禅定。原始禅定的定义并不是讲两腿一盘数息，这个叫禅，不是这样。它是整总说戒定慧里面的定，所有的定，而定里面呢，它是活泼的。以禅波罗蜜遍入诸禅及解脱禅，意思是说，以所有的定而进入所有其他的一切不同相状、不同办法、不同境界的定当中。而这些定最后呢，不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终不舍禅波罗蜜。如果你还不能够得证，不能进入无漏，不能得证这个无上正等正觉，你不会舍掉，你应该继续往禅定的功夫上面去下功夫。那因为这个是年代跟翻译的使用语词不同，所以他用三耶三菩，对不对？那有的是讲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样子。行道会入萨云若会，也就是你修行使用所有的办法，这些都是智慧的。为了要入什么萨云若会，就是所谓萨婆若空的智慧，清净的智慧。遍尽，这一句很重要，遍尽习序唯以自救，当复救于。他说你必须把你自己的习气纠结的这些东西呢，要尽除。你要尽除自己的习气的这种纠葛思维，这个是自救啊，这个是自己的功夫啊，归零啊。当复救于，当这个时候你放下之后，又可在现前的缘境里面去圆满，才能证得解脱德啊。救他人矣，如果这个圆满的时候，这听起来看起来好像有次第，可是那个次第非常的紧密啊。所谓的二乘人跟菩萨，就是归零之后，一个徛遐无叮当啊，一个是徛遐，归零之后马上出发，就种性就是这样，差异就是这样。所以一样都是会有到就是自救自证悟的部分。那救他人矣，如果说你还有圆满你现前的这些因缘为诸天及人及阿须伦而作福田，就是成为天人跟阿修罗，阿须伦就是阿修罗，而作福田，众福田，意思是说接受他们的供养而为他们说佛法，纵使他们用的是有为法，你也接受。众生哪会懂得无为法呀？师父啊，这个中秋节啊，买盒上等的月饼供养师父，你到底有念还无念？到底有念还无念？都是有念的啦。所以众生在这个有念的时候，你就是做他的福田嘛。对不对？出家人就是这样，你要敢修持，你也敢接受众生的供养，然后所有的一切回馈回向给众生。所以世尊是教你敢修持，你要敢修行，敢把法流出去，敢接受众生的供养，但是你绝对知足，你绝对不贪，觉得知足不贪，你才不会在有跟无两边定义呀、啊。那当然是不是要有跟无两边定义？你敢修，你敢说，你敢怎么样？但是知足，但这一切回去才广啊。那回去不是有心没心，因为众生都一样嘛。众生都一样啊，你用在哪里而已啊。那你用在哪里，还不是都是众生都是平等的？这样才没有像不像嘛。对不对？所以如是须菩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是为具足无相三昧。就你在修行的时候要具足这个无相，就是要超越所得，就以无所得啊，对不对？以无所得故，
那我们众生呢，看无蕴使我，菩萨看无蕴非我。众生就是强调自己的无蕴嘛。那众生在无蕴的时候看到有来生处，来的地方生的地方，因为你这样所以我这样，其实是你自己这样，因缘在所有一切皆现，可是众生会追究那个原始状态，然后说是你害我这样，那没有人敢回答，他说我没有要你这样，对不对？那你在隔壁有烧烤很香，你害我肚子饿，他说我烧烤不干你的事，没有人叫你肚子饿，是你肚子要饿又来怪我，是不是？这上面就是众生在有漏法里面要拉那个关系跟责备归咎于除己以外的第二第三者。其实你如果清净来看一切，它不过就是因缘法，所以在修行与度众当中，你有在修是因为你在杂染，是要把自己的知见洗掉，修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也没有要修的东西，因为它就回到所谓的法身德嘛。那它的作用呢，跟它的缘起的一切就现前现前当中，它会去把它圆满啊，这里面就是事的圆融嘛。那事的圆融是以法身去圆融的，那这个上面就没有所谓的我要去做什么事跟我已经做什么事，那不过就是因缘法，实相因缘。如果以这样来行一切，那就是无作啊，是不是就是无作？那我们会有一些对谈啊，佛法里面的次第说啊等等，其实都是因为我们众生没有办法一步这样跨过去，所以它分解动作。所谓的次第说其实就是分解动作。那你这个法门什么时候适合吗？什么时候适合什么样的什么办法？其实那也是因为我们杂染的习气哈，总要这一坨的棉球，总要去拉一个头，从这个线这样子这样开始去拉，让你一个结，这上面打的结去松啊，去松，所以一定要有个法门，一定有个头拉着你跑，这样子。那所谓的法门就是进入法界之办法，是进入法界之门。他最后都是要进入法界，那我们不是很了解，就会在法门的教义上面啊，在这个法门的教义上面有一些比较没有全面观，知道他最后的答案其实要的是什么。所以世尊讲八万四千法门，这最后的答案都不是在讲法门本身。都不是在讲法门本身，而是最后大家都成佛，对不对？好，那哪个办法或怎么样，都是中间一定公平的，公平的是和每一个不一样的状态跟不一样的处理。在四教义，也就是天台山修禅寺智者大师，他讲到，但菩萨虽知五阴毕竟空寂，而大悲誓愿不舍众生，以无所得调伏诸根，修行六度，即是摩诃眼。智者大师说，菩萨知道五蕴，五蕴呢，毕竟空寂，五蕴呢，五蕴皆空，但大悲誓愿不舍众生。其实你要发菩提心的人，他不用愿不愿的问题，那是因为我们在因地，因地自我保护跟自私自利，所以我用发菩提心，用一个发菩提心这样的一种办法，来让我们看到众生，来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束缚，也同等去看到众生的束缚。但是如果你照见五蕴皆空啊，你不是立正站好，就站在原点，不能动摇，不能运作，自然在所有的缘起的时候。所有的缘起的时候，你就会去处理它，否则你不得自在。如果你强行说啊，我都没一丢啦，那不是我的事，这样那种主宰真假，
修行人越看越明白了，你有一个你有一件事情该做，你没去做，你自己知道。以无所得调伏诸根，修行六度。所以修行六度其实它是无所得的。它是无所得。但这个大般若经里面的第43它就一直在讲六度全部是无所得。你要无所得，对于任何一度才会心不惊不恐不怖。如果你有一点点什么所得心，一定会有恐怖颠倒。你布施会恐怖颠倒吗？有的人说吼，我布施用布施完了要怎样？这样我后半不是都没饭汤吃？世尊讲布施啊，随利随分。那这个利跟这个分，每个人定义不一样啊。我有100块，我的随利随分就是5块，菩萨的随利随分是99块。随利跟随分定义不一样啊，是不是？那我说这100块我不能够随，要100空一块，那块才能随，它是外加，所以有外加跟内扣吧。所以这个是每个人是怎么去认定这个道理。所以这上面呢是怎么样是布施，你如果有一个定义在，那这个布施是不能够般若蜜的。那你也想啊，这个人他现在肚子饿，或是说啊，这个人流血好了啦，他住院流血，他需要的是 O 型的血，你刚好是啊，他需要的要输2500cc， 你能够完全布施 2500cc 吗？可能吗？我很想救他，我小命一条就没了。可能你只可能布施多少？350、500一袋嘛，对不对？好，那这个你会不会为他而觉得遗憾？可能是闪呼一下之后，就是帮他募集在 O 型的血，再去帮助他。要不你要回去好好补一补，三天后再来给你250。这个都是办法。这个都是办法，没有错。但是你会不会这样去做？这就是会不会这样去做，就是差异在这里。你有大悲，其实就是你不会住在自己的，与我无关。世界所有的众生跟我都是一样的，都是平等的，都是尊重的。这样子的状态之下，身体里面跟身体外面的东西都是可以共享。身体外面的东西当然就是物质，身体里面的东西那个溃烂了。溃烂还有血液啊，就是这个部分，对不对？那像这些呢，就是我们要了解哪一度都是不可得的。但我简单的念一段啦、啊、这是大般若经43卷佛跟这个善现讲，若菩萨摩诃萨作此观时，复心是念：我当以无所得为方便，为诸有情说一切法，常无常相不可得，乐苦相不可得，我无我相不可得，净不净相不可得，空不空相不可得，无相有相相不可得，无愿有愿相不可得，极净不极净相不可得，远离不远离相不可得。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无所着布施波罗蜜多。如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布施波罗蜜多，有方便善巧故，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不惊不恐不怖。每一段都一样重复，就是从布施持戒开始一直讲，所有一切都不可得。你布施是不可得，持戒是不可得。刚刚开始持戒的时候，戒相可得，戒体可得，须得，这是一定的、啊、戒恨就是一定要这样，那就是零分一直到60分当中嘛。我们是要讲60分是一个及格数啊，这是以世俗史来作为一个比拟。当你在网上一定是不可得，你才能真的持戒。那这个上面呢，每一度都是这样。所以在大般若经里面呢，就谈到
这个一切不可得。同学听到这里的时候，知道原来要如何跨越，就是你一定会有体证，而这个体证呢，在零与九十九、零与一百之间都有得，但是中间要跨越，开始往上攀爬的时候，都是无所得为方便，你才可能看往上。真正一直走上去，无所得为方便，到最后成佛，了不可得，毕竟成佛。那智慧，有智慧之德相，有智慧的想法跟有智慧的感觉，是众生一直在梦寐以求的啦。我这么没智慧，我这么烦恼，那这个事情都处理不好，讲话都讲得让人家受不了。这个上面都是修行该转呢，该转的杂染。这刚刚讲要尽，要尽这些习序，对不对？因为习序让你绑着遥望，遥望那个想要的东西。那你只要有一个东西你想要，有一个念头你想怎么样，这个上面都是一定要有一个法在中间。可是这个法门呢，这个法门就是为了让你入法界，这个法门都是为了入法界。那入法界刚刚所念的这些都入法界品里面的，那这些呢总说啦，就是无所得心，回到清安，就回到清净当中。那回到清净当中，就无所谓过去，就无所谓过去，自然就会无限开发，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就是要跟同学讲到这个有漏跟无漏啦，因为讲到依般若波罗蜜多故，依清净的觉照所觉照出来的这些方法而去圆满，那心无挂碍嘛？怎么样才能够无挂碍？这里讲菩提萨多哈，就是讲啊，菩提萨多就是菩萨，这个菩提萨多略称菩萨。那如果加菩萨摩诃萨，就是讲有正量的菩萨。那讲菩提萨多就是讲菩萨，这个菩萨呢，它就是在因地的意思咯。在因地呢，它是依，就是以这个为基础，以什么觉照的能力来观察善观嘛，刚刚有讲善观啊，善观所有的一切。然后如果你善观而圆满的观察这里所有的，你就不会矛盾。你只观察到一部分，你就会矛盾。你看一个人他的生气，你就会矛盾，干嘛他怎么那么爱生气啊，奇怪，又没惹他，真是的，是不是进入他的毛，然后拿一个盾来打自己，我怎么这么不慈悲，还怪他生气，这不是空吗？对，然后又立了一个盾，一个毛，立了一个毛，又立了一个盾，那这上面都没有办法空，一定有挂碍，因为你落一边。那这所谓的般若波罗蜜多是没有相状的，无实体无相状的智慧，那这是观照力。所以你如果看得很明白，他为什么那么生气，因为他有五蕴，因为他叫人，因为他对现在对物有所祈求，或是他对于名与利放不下，是不是这样啊？所以他在纷扰的他自己，所以他那么生气，于是他的生气跟你就没关系。好，那这个是不是很明白啦？你是不是不会挂碍他的生气？就不会啦。那有时候会不会很挂碍他的生气？会，因为他是你心中重要位置的人，他生气会骂你，你受伤了，对不对？那如果我们再来看呢，刚刚的讲的哦，你看他有五蕴，他是人，他现在名誉受损，他现在物质缺乏，他现在怎么样，身体状态不好，所以他生气。他生气，结果我现在他现前，我就是他的所缘缘。如果你解释正确嘛，我就是他的所缘缘，然后在这里面，因为我没有满足
他所有需求，现在世界上所现在前的就是我，所以他的念头啊，跟物的现象啊，所有的结构都投向我，对不对？这就是我的所缘缘啊，也他，我就是他的所缘缘，他就是我的所缘缘。我要借他来修空观，那他要借我来修有观，对不对？好，那他有放不下，那我就要把我的空分给他。我就要告诉他空的道理，欸，他有没了，所以嘿，现在他骂我，他生气，就是我该说话的时候。那这个办法很多啊，可能跟他对呛也是一种啊，不理他也是一种，然后偷偷的观察他，等一下再安慰他也是一种，就法无定法，只要他能接受的法就是法。可是这个法了不可得，你可能上一次他生气的时候生气得很没道理，你就跟他对呛，那这一次他生气的时候，你认为他很委屈，他很可怜，因为他诉说的他的委屈叫过去心有所得。他可能在这个工作场合啊等等的上面有所发生，所以呢这个时候你要帮他切掉过去心，对不对？然后要告诉他空的道理，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是听他，当他的听众，让他诉说着，都说完的时候，他说我气比较消了，那你可能用另外一个办法说，你刚刚气不小心都发在我身上，还好我没有被你炸死。这个上面可能你四两拨千斤，一拨就过了，你说这不就过了吗？是你放不下自己，是你放不下自己，你放不下自己还把我带入火坑，这个时候是不是用有为法去给他无为法，就是看技巧啦，对不对？这就看智慧，般若波罗蜜。所以心无挂碍，有些时候我们会被别人的一些点点滴滴来挂在心上，那这就是没有办法修成无生法忍，就是有漏，这就有漏。那我们有时候会看到别人真的放不下的放不下的放不下，你能怎样？你也没办法替他放下啦，真的没有办法替任何人放下，因为能放下的只有他，所以你要放下。你就是要放下，你要放下他跟放下他对你的不放下。对不对？他对你的不放下，你又不是不负责任，他要你负的那个责是不能负的啊。人对别人都有期待有要求等等，可是自己对自己呢？有的人是逼迫自己逼得很紧，那种人很有责任感，紧得很痛的，对吧？要打，就像打那个叫什么球，橄榄球这样，有没有？这两个肩膀都拱得好高啊，好紧张啊！有的人就一辈子紧张，一辈子就在那边紧张，跟要挟自己，压迫自己，压迫别人，压迫性很高。别人不圆满的时候，他就攻击别人，指导别人。这种人能当老师跟教官，不能当佛。知道吗？你在家里都当什么？老师也当不好，教官也没教好。这就是有些方向，也就无漏的东西，他没有，他不能够放下别人，也不能放下自己。这种人很多啊，这种人在社会上就是叫做很有能力又很负责任。可是责任把他压得很累，那这个能力让他站的位置很高，可是他不能衰，他要以无所得故才能过。但是众生有多少懂呢？众生有多少人去懂得以无所得为方便呢？你不能证菩提，你有所得你就不可能证菩提。
那我们讲这个卦的意思哈，就是网罩，就是有网子帮你罩住，这是比喻了。比喻无明烦恼必负真心，如被罗网罩着不得自由，就是有一个天罗地网，人家说网把你盖住，这样子，这叫卦，就是网罩。爱就是阻滞，就是在中间阻隔了。这比喻众生执着阻碍正道不得前进，是不是？如果你有所得心，就是停留在那里嘛，你没有办法放下，法身无相啊。意思是说啊，众生啊被无明蔽缚，事事啊，什么事情啊都是妄为执着，对境生阻，触图成滞，就是挂碍啊。你什么事情都会跟自己扯上关系，然后执着了，是不是就编了一个网把自己盖住？然后对这个境啊，你就没有办法拨开了嘛，你就拨不开，然后在这上面所有的路就走不好，走不出去，就是被物啊、事相等等这些牵绊、挂碍、障碍，不得自在。同学这样子有办法去了解自己编织的天罗地网，把自己给挂上了，然后自己在这天罗地网里面就自己萎缩，你的觉性没有发展出来，那你的这个波蕊观照力没有全面去看透，你还要看透那个实相，其实不是这样的。那凡夫呢，就是被色给挂碍，就只要事件现前，物啊人的存在，就是人跟物会成就某种事嘛，人跟人也会有一些事，所以凡夫被色给挂碍住了，所以会有我执这种障碍。二乘人被空给挂碍住了，全教菩萨被两边给挂碍住嘛，这个理跟这个事要圆融，所以要用这个办法来处理这件事，就有法执。这件事处理完了，哎，这个办法很管用，美迈，会有赞叹。连这个办法也知道，法无定法，众生所使用的办法，或是可想可利用的办法里面呢，最后你只用一种而已啦。现在是说解决实相中的，就是把因缘法这所有的一些实相呈现出来，让它圆满而落幕。那中间还没有圆满落幕之前，在你的心中产生了某一种不明白，或是某一种不舒服烦恼相状，那这个上面我们就要知道这个办法有它的道理，它道理是空，它的办法是有，所以用有这个办法为暂时的方便而来完成，最后它回到空。那这个过程里面呢，当这个运作一圈下来，以无所得为方便，你才能通通放下，对不对？所以这所有一切菩萨会看到办法，又看到道理，那会想，我为什么都明明知道道理还要在办法里，然后在办法里嘛，执行上面又觉得很疲惫，或是没有办法在因缘里掌握得很好，其实这些也是多余的一念啊，这是多余的一念。你当然会做智慧的觉照，你觉照到什么程度，你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办法，一般就是这样的。你觉照到这个程度，你就会用这样的办法，你觉照到这个矿照到这样的程度，你就会用一个比较圆满的办法。所以众生被什么牵挂？被所有有的无的万法给绑住，是有形象的、无形象的、心中的、存在不存在，所有的东西
这些都是叫愚痴心。所以恐怖挂碍之后就会产生恐怖啊。你有挂碍，你有一个标准，你就会起一个飘忽的心。等一下想到，哎呦，嘎仔，我有准备，真安然啊！唔过我若无准备的所在，要安怎？就恐怖。所以他一定会有两边跑。所以恐怖乃愚痴心的升起，心有挂碍，只有我跟法，就会患得患失。所以没有不恐怖，所有一切你就皆恐怖，对不对？那我们讲恐怖有五种恐怖：第一，恶名位；第二，不活位；第三，死位；第四，恶道位；第五，大众威德位。恶名位是不是怕自己的名声不好？对不对？那第二，不活位，就怕自己活不好啊。第三，死位，怕自己会死，死亡会带来恐惧心。第四，恶道位，就怕自己入三途苦恶道。第五，大众威德位，有很多人很多人的时候你就会不自在。这个上面我们就练得比较好，对不对？我们就没有大众威德位。同学，你上来讲十分钟，我们帮你拍摄，你就马上知道大众威德位。像一句这个这个什么大讲堂上面高歌一曲，在家练习可以得99分，但那边练习可能59分，自动扣40分。这就是大众威德位，因为有我相要维持，因为有我的标准值跟竞争，看到别人怕表现得不出色，全部都是绕在一个名跟我，对不对？像我们小时候啊，老师教我们演讲啊、朗读啊、去比赛，都是说同一种话，就把下面的人当萝卜，当西瓜，怎么当啊？因为大家眼睛都投射过来啊，你真的能他是西瓜或萝卜吗？除非你近视眼把眼镜拔掉，哥看不到讲稿，不是这样的，对不对？那就是你要去知道，他们很注意在听你讲，你就很欢喜为他讲，这样就过了。我告诉你，佩宝的虾呢，他们很欢喜的在听你说，你很欢喜的说给他了解，就是这样，就没有怕。因为大家都一样，大家都一样，他不是来找我查的，他不是来找我查的，我也不是为了要做些什么事，所以人就是平等中，你就没有恐怖。你要看到很多东西，它是缘起缘灭，它是空有不二，它是平等的。当你要那个你独一无二的某种你想要的境界，你都会恐怖。当你没有要维护什么，你不维护你的名，当然这个地方并不讲说你故意去造作很多坏的事情，那恶名昭彰，不是。有的人是一直要维护自己的声名啊，就是好名声啊，让他攻击孤寡，我不那你是要那污蔑我。这个其实众生是不能控制别人心里怎么想你的，众生是不可能控制的。那别人心中想还会说出来，说出来你怎么样怎么样，污蔑你，你会怎么样？你会怎么样？害怕吗？他继续，他也不会停止。所以这上面呢，恶名位、不活位、死位，这要修行才跨得过。恶道位、大众威德位，恶道位的话，你只要真的没有恶行，就不用害怕。如果累世的，
你也躲不了，你就要好好的去圆满该做的事。菩萨是因为无挂碍，所以没有恐怖，自然就能够远离颠倒梦想，最后能够就近涅槃。在《金刚经》里面讲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众生在心中会有好多存留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啊，这个挂碍，有的是对于人，有的是对于事，有的是对于物，有的是长时间的挂碍，有的是短时间的不自在，当然还有的只是刹那之间的一些微弱的讯息。那这些都是要懂得去指认心中存在的这些有形无形的，都是虚幻而非实。那众生总是没有办法真的去了解怎么处理才好，所以纵使有些时候只认这个虚妄的想法存留在心中的，那我怎么排除它？所以重点是排除的过程。所以如果要排除的时候，你就得重新回到最早，就是经典的开始，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所以要排除内心的这些挂碍，都是还要回到对于自心所谓内容属性的解读。如果是无蕴的，就知道色或受或想或行或事出了问题。那如果可以再追究更深一层，去看到是眼耳鼻舌身结构的哪一种意，这个就是还是要进入内容。这个是在讲有违法的世间的人事物上面残留下来的挂碍，还有一些就是修行上面的挂碍，这个比较难排除。因为一个修行人，当你进入了所谓办法里面，你一定有境界攀升的期许，你当然也会有世间相状的解释，心中呢对于世间的这一块慢慢去放下，自然会有体得清安自在。至于真正达到无挂碍吗？哎，倒是不容易啊。这个挂碍来自于对于法、对于境界的期许啊。所以像这些，就是必须去了解到，回复到你的生命在在处处里面，在表达什么相，那个可能就不是所谓过去的恩怨结构下来的残余，而是从此时此刻自己在修行的时候，你会有一个自我的标准，所谓苦不苦了，急不造作了，道已经安住了，但灭呢也灭了一些，那我在表达什么？所以修行要证得涅槃都是当下之事，它并不是在讲过去的东西。我们刚刚开堂讲到过去的人事物的残留，那个是很容易排除的。如果你那个地方还没有办法排除，表示你的修行还有一大段的路要走，因为那个叫包袱啊，那就是过去的尘垢而已啊。走到心经比较靠近后面的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到后面无智亦无得，过去的那些东西应该可以很明确的不再残留。这个地方的统合给同学一个
一个概念，也就是所有心中留下来对于过去的点点滴滴，过去的点点滴滴，终究在此时此刻，它并不需要再来纠缠。如果你还把过去的点点滴滴放到此时此刻来纠缠，就是没有超越，就是没有超越那个我，对不对？那对于修行里面刚刚谈到，因为进入了修行里面的挂碍，就是要从自己的表现，生命的现场的表现去看得出来你在什么样的状态，你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你，而这个你可能不是粗糙的我执，而是你想要表达的是某一种圆满，这个圆满会给予自己好多的压力，因为那个是细的我跟细的法。所以以心经的修持，只认过去的虚幻非实，还要从现在的这个我的存在的有到空，一直到超越，这个过程一定会经过整理体会，你要放下。所以为什么世尊在讲啊，般若波罗蜜多，他都要讲到菩萨有方便跟无方便。有一段经文给同学参考参考，这段经文是出现在大般若经。这大般若经里面谈到菩萨的有方便跟无方便啊，这个是对谈啊，世尊，若菩萨摩诃萨无方便善巧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若行苦胜地相，非行般若波罗蜜多；若行极灭道胜谛，非行般若波罗蜜多；若行苦胜谛常无常。若行苦胜谛常无常相，非行般若波罗蜜多；若行极灭道胜谛常无常，非行般若波罗蜜多。我只暂念一小段，也就是如果你前面的修持走到这里，你在表达一个什么东西，已经不是心中的相，而是现出来的相。你有精进之相，你有持戒之相，你有苦的形象，你有极灭道的这种相，都不是般若波罗蜜多。这样就比较容易了解。那但是你有没有在修持苦胜谛、极胜谛跟灭圣谛跟道圣谛，有没有？有，而却无相，这样才能够无挂碍。否则在所有的一切里面，意识即会动，我是一个修行人，我怎么可以这样？我是一个修行人，我怎么还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应该表现出庄严，若要表现庄严，即非庄严，因为你的内心有一个虚幻的东西，那就是对于庄严的挂碍，对不对？不管好与坏，都可以存在而成立在心中。那这个是对于相的破除，这个是在讲无方便善巧，当然依旧是这个大般若经里面有一段形象品。世尊回答：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有方便善巧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行不施波罗蜜多相，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不行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不行境界安忍精进净律
般若波罗蜜多相，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世尊回答舍利子，他说啊，如果菩萨摩诃萨他有方便善巧，他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他不行布施波罗蜜多，他没有再行布施波罗蜜多，也不行布施波罗蜜多的相。意思是说，在当下的因缘，他没有内心启动一个布施，也没有布施之相，所以这个是行般若波罗蜜多。我举一个例，我们一般呢，有人如果有什么样的需求，你会说，你还好吗？需要我帮助你吗？卫生纸给你好不好？要不然你肚子饿，蒸个馒头给你吃好不好？会不会这样？这个看起来是非常的贴心的问候，然后也很有善意的表达，对方会跟你讲，还好啦，我还好，不用卫生纸，我自己有带，我不饿，馒头你留着吧，会这样回答，对不对？般若波罗蜜多是看到他这样，你去拿卫生纸，然后就给他放着，就真的馒头来说吃吧，趁热，这样听懂了吗？这是借由语言文字来询问，跟一个实相中看到他的需求。如果他在落泪，如果他在鼻塞，你只是会走过去把这个给他。如果他很烦，你可能说，你烦什么？说给我听吧，你放心，我愿意当你的听众。这个听起来是一个从善意的释放到让对方接受，感受到他有一个倾听者、陪伴者，对不对？般若波罗蜜多他是这样做的。走吧，我们出去走一走，现在黄昏呢，秋天很凉，走啦。边走边走的时候就说，你气色不很好，心情好像有一些什么的，说故事给我听听吧，我正无聊呢。不管是有聊与无聊，或是自己慢慢的说，我有好多生命经验哦，有些时候我会伤怀，我会难过，我会愤怒，但都会过去的。你有什么过不了的吗？分享分享，说给我听听。这叫般若波罗蜜多，它就是直接的进入，没有痕迹，没有对象，也没有客套。但我们会在形式上要表达某种相，在内心里面会有某一种名相的抬头现前，还有我应该做什么的我，当然这算是相当超然的我了，像可以理解这段的意思。那在于修行，总是会有很多自我认同、别人认同，或是该怎么做的这种拿捏，而这个拿捏要经过很久很久，你才会很自然。所以很多人相处的时候，你会很有压力，他的愿意跟不愿意，他的了解跟不了解，会有一个极大的变异，也就是说很大的切面，就是打开了就打开了，不打开就关起来。但菩萨在修行，或修行人在修行的时候，你要如空气一般，永远滋润，永远清新，永远可以被纳受，永远可以不把它当成一回事，而做完了所有的事。
所以是那么的自由而自然。那在有与无当中，有的人很挂碍，吃了别人的东西就很挂碍，拿了别人的东西就很挂碍，这在错乱的行为的开始，这是很重要的，那就是对于戒的一个标准。我吃了人家的东西，我好贪吃，我拿了别人的东西，不予取道啊。但如果说你修行到自己所有一切行住坐卧的止持都能够完整了，坐持上面也能呈现他那种很自然的不造作的方式，